被这个玻璃鞋困。我本来打算自己穿上这个玻璃鞋，但是这个 size 大概只有11吧，啊，我的 size 是41。你自己穿上的话也太牺牲了吧！我想说今天要对抗世纪灰里，我必须得踩上玻璃鞋吗？对，我也是觉得，因为他们在直播，所以我们现在来一个 kiss 好了。沙包，沙包伸出来，今天你的荧幕舌吻初吻就要。谢谢，谢谢清风今天来陪我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哎呀，我压力很大哎。为什么？就是我跟你说，当你的嘉宾比我自己唱20场巡回演唱会还紧张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我刚刚上台前压力更大了，为何？因为你的侧拍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拜托，等下 talking 就靠你了，我希望有东西可以剪。怎么会这样子对特别来宾施压？这个如果是一些有心机的朋友，我就踩住你的裙摆。但是不会这样对我吧？哎，如果你踩住裙摆，我跌倒的话，我就直接下台，就叫健身走了。不是啊，如果你踩住裙摆，你跌倒的话，今天我头条就有啊。我是为你好哎。那Cindy Baby 跌倒？不要啦！啊，不要！我请个四公。我举手。可是他们现在给我最热烈的回应，让我觉得你们个个都心地善良，心地善良。罚钱，在小巨蛋罚钱，问谁？问我，我是前辈。对，因为你都是唱到关灯嘛。对，第一个被罚钱的就是我。两分钟就罚我，可以不？今天不要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你有个技巧，就是他罚两分钟也是罚，可是他是15分钟一个区段，所以你竟然已经罚了，你就再唱13分钟。杯子在家里很不好意思拿出来用，不要这样，那是你跟我的信物啦。很开心。然后后面我们还有别的字，什么？信杯。但是如果今天我拿这个信物去找你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写歌的那个续杯的话，就是要请你帮我实现这件事情。终于要找我写歌了，我等很久嘞。等很久了吗？我等很久了。你想来？真的啊，不是还出了一张整张专辑都是书名的专辑，这不是最适合我的专辑吗？那你现在就是下来之后，请好好准备，我下一张专辑就一定要有你的。我现在就写，你们等我。现在1个小时就给你们新歌。那我为什么说续杯，就是因为他有帮我写过一首歌，第一次在台上合体，我觉得应该要唱一下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的歌曲。哇。
Thank you.